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跳水皇后郭晶晶一向行踪低调，这几天还有网友在微博晒出偶遇郭晶晶的合照。不过奇就奇在郭晶晶突然暴涨，穿上格子衣服的她脚踏平底鞋，还肚子突突飘出浓浓韵道。据可靠消息指，原来晶晶在今年1月1日已为霍家增添一女，即她与丈夫霍启康起获第三胎。媒体就消息向老爷霍震霆求证，霍震霆说是很久了，已经1岁女儿。其实启刚现在一儿子两女，他笑说自己是有空见一下孙子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